今次住呢個誠品行旅，我感覺呢間酒店都幾舒服。喺樓下咧有好多書睇啦，咁已經係個 coffee shop， 有個 book shop 咁樣，真係幾好。隔離就係誠品個書店啊，誠品個商場。入到嚟左邊咧，哇！嗰、那個廁所好大，有廁所、沖涼缸、企缸、廁所啦呢度。拉開佢廁所啦，跟住有沖涼嘅，哇，好舒服。咁咧，哇，有呢個 L'Occitane 嘅番鹼，呢、這個用品應該係 lotion body lotion。哇，牙刷、牙膏。洗头水可能摆在边，洗头水摆在里边啊，望一望先。系咯，洗头水、护发素，呢个嚟冲凉嘅海绵。哇，咖啡，好似话要自己俾钱嘅咖啡，啊唔系喎，呢个可以吸数。這些就是 mini bar 啦，自己俾錢啦，應該有咖啡茶，跟住有啲雜誌，可以自己攞嚟睇嘅雜誌，幾好。睇下 mini bar 有乜嘢啦，哇，嘢飲。汽水、啤酒，隨時可以喺度攞，好方便。俾錢就得啦。有杯，哇！有茶壺啦。杯都應該有啦，一定啊。茶、水杯、酒杯、高杯、矮杯、電視。我哋就揀張大床。但系我媽咧就係兩張單人牀，好似都係都係由兩張雙人單人牀組成嘅，差唔多。有水啦，鐘啦，有個係露台房，有個露台，哇，有水果，水果盤，仲好似頭先話有，哇，拉一拉咧個窗簾咧，佢就會自動開嘅。嗯，咁頭先咧佢就話仲會有 welcome drink。同埋有啲蛋糕咁樣少少，跟住六點至七點就有個 cocktail 喺樓下，嗯，感覺都幾好。暫時呢個晏晝都唔會出去，即係唔係唔會出去喺呢個商場。頭先行咗陣，一間都會喺個商場書局睇書。嗯，其實呢個地氈係好定好咧？其實我又唔係好中意地氈嘅，如果係木地板會更加好。就係咁啦。